今天粉丝，你们是多久没见到他了？就很久很久。我的妈呀，今天大家热情到某一种程度了啊 ！OK， 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再一次因为近距离看到 J 姐，好像每一次都是因为资生堂的活动。是，今天不用跑步了，轻松。上次可累了啊、哦！上次有没有人也有来的？跑我也 OK 啊，真的吗？要跑位 ，Let's go！ 你少在那原地做做动作，但是我最惊叹的还是每一次看到 J 姐她的肌肤哦，你这基本上你的状况已经像母胎肌了，你知道吗？或者是她肌肤好不好？状况？然后比很多女生都好，对不对？来，你们，没有，因为我用的资生堂红颜聚合露。哎呦，真的会讲啊，真的比白斩鸡还要白，太可怕。那今天来到这里，那第一时间就是要问你，到底怎么样在忙碌的工作保持最佳状态？我觉得保湿真的太重要了。我这也是一年一年的，每一次的在提醒自己，慢慢的发现好像真的是这样，是不是？对，保养很重要。保养很重要。而且你是哪一种肌肤？我是皮肤比较干，比较干一点，所以因为干敏感，然后容易出油，对，然后就容易。我觉得我对于保养也是非常，这个产品要蛮挑的，是因为敏感肤质嘛，对，所以容易用到可能都不对，就会长一些比较长的，没错，所以呢一定要呢保。令人非常的羡慕，尤其呢，大家仔细看他的眼周，因为大家都知道眼周的肌肤特别薄、特别脆弱，非常容易摩擦。比如说我们揉眼睛或者是笑，就很容易有鱼尾纹。可是我发现你几乎没有，请你睁大你的眼睛，你尽量睁大给大家看一下，尽量。为什么尽量睁大？他的眼周的肌肤状态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好，请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是怎么办到的？除了要稳定这个皮肤的状态之外，最近有一个厉害的，好，资生堂，不要讲了，红颜激活润眼修护，哇，完全讲对了哈，这非常赞。对这个我真的是必须要从我自己的经验、okay. 因为我一做男生，我以前不是也不只是比如说用红颜激活露，是眼睛的部分，其实我以前是不太了解，是，可是自从我开始使用这个资生堂红颜和这个润眼修护露，我觉得好像很方便，对，真的是很方便，是，然后也可以来真的保护到这个眼周的部分，没错，因为像你说的这个年纪也一年一年的这个在进步啊，对，在进阶，其实在我们见人的，那么这个就是林俊杰呢，今天在这里最佳的示范。从他的肌肤状态，我们就知道。那容许我补充一些专业的名词。一看你才发现自己爱上了眼睛，非常好。我们看，刚哪一位？哪一位爆疯的？哇，哎，你嗓门很大，你可以独唱吗？预备，起。一定是压力很大，他几乎是 OK， 但是心啊，你刚下课哦，我阿婆就很忙哦，我们都很闲哎，好，好了，欢迎你来哈，好，对，那到底怎么样真正保持身心的由内而外的年轻？你是怎么做的？我觉得心态是一切的开始，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社会，对，有时候压力会越来越大，对，有时候很多的。比较嘈杂的声音，但我觉得自己的内心状态跟心态是很重要的。对，在这一切的一切当中，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乐观的心，来去面对一切。说正能量很重要，正能量，这个也是这些平常一直带给我们的。我就是我也是这样过来，所以我希望可以用我的方式，是我的音乐，然后跟大家分享是这样的一种，没错，整个过程，我们一起有正能量，可以会感染。懂，完全懂。我们看到 JJ 的笑容，听到他的歌，我们的日子也都觉得好过许多哈、哦。而且 JJ 真的也是一个非常有正能量的人，因为一般男生是不敢从头红到尾的。但是，身为代言人，你真的穿得很好看哎，懂吗？一般人不敢这样穿呐、啊。你站在这里根本是看不到你的人的身体，你整个人都被舞台给已经吸纳了。哎，干嘛干嘛？
小巨蛋刁你。我一直都有回他，真的吗？真的有回他。那你为什么不卖个歌给他？真的没有，你就把你家里唐老的给他，随便给他，敷衍一下就好。一定要好好的酝酿，真的啊、哦，要好好帮他写，对不对？好了哦，不急了，不急了，慢慢来哈、哦，明天再来说。哎、欸，你真的好，明天要再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因为去年刚开始这个巡回，所以真的比较没有好没有时间做一下。懂啦懂啦，我有跟露露讲，我说你绝对要不到的，因为我帮孟敏，我邀歌也没邀到。你露露还在后面排队，你号码牌 JJ 是慢工出细活，一定要、哦，我觉得一定要用心。是的，不急不急。但你真的好厉害，你看你预测歌王、预测歌后，全部都中，没有全部了，没有全部，几乎啦，几乎几乎，对不对？好厉害。你觉得我今年会不会得金钟？我已经五年没有拿金钟了，真的有机会？真的吗？真的。好，后面的通通打包啊，全部都中。Anyway， 我们要谢谢这位今天百忙之中特别又出现在这里。